阿娇在年初接受男友赖宏国求婚，近来已如新婚夫妻般出双入对，已经正式在香港登记结婚。3月5日深夜，婚后的阿娇与赖宏国两人现身台北市东区的一家 KTV。当天阿娇穿着宽松，婚后的两人似乎都发福不少，一路打打闹闹，两人在 KTV 玩到凌晨2点多才离开，直到回到他们的6000万台币豪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